委任状：陆宗山，一名宿柱，仁波乡里，虽居陆林，不忘反清。今大清已没，民国初立，政府为了表率将士，奖励功勋，兹委任陆宗山为直隶陆军第三混成旅第五独立团团长，特授予中校军衔。此状，直隶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武定奎。陆兄，你我从此就是同袍兄弟了。陆宗山出身草莽，不懂规矩，今后还望武旅长多多指教。好说好说，咱们下去一起听信。武旅长请。请。大当家在接受政府的授衔时，对于可能的阴谋早有防备，但谁都不知道武定奎的部队正在瞎子岭下偷偷集结，他们的目标不只是斩草，更想出奔。但谁成想螳螂捕蝉，炮兵准备，更有黄雀在后，高文斌谋反了。哎呀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高文斌，你干什么？奉武旅长之命捉拿土匪头子陆宗山。混蛋，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了？武旅长，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好戏啊，我们也还没开始就要单刀会了。混蛋，还不把车放下，把人给我撤了。高文斌，我待你不薄啊。你待我是不薄，但是也不厚，一个月就那么俩大子儿。你呢，住高楼养小妾，搭戏台捧戏子，弟兄们能服吗？你敢动我，上边不会饶了你的。上有了钱什么事情办不了？再者说，今天杀你的不是我，是陆宗山。你敢？高文斌，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让我就范？哼，那咱就试试。出来啊！弟兄们，今天这里的人一个都不许给我放走！都别开枪！都别开枪！都别开枪！来啊，就你这种人我都忘了我杀了多少了。来啊，来啊。顶住了，娟子，顶住！军师，点子火炮太强，兄弟们顶不住了。大当家的不在，瞎子岭绝不能丢。我们撤吧，放！哦，顶住！谁在跑，我打死谁！冲！顶住！顶住！顶住！这帮家伙真不怕死，打成这样还不退？那就让他们多尝尝火炮的滋味，哪怕是炸平这座山，也要拿下瞎子岭。
我们护着大当家，在一片枪林弹雨中逃亡，炮弹在身边频频开花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道。我们的火铳面对西洋的火炮，相形见绌，溃不成军。此时的匣子岭也在炮弹的袭击下溃败，镇守山寨的土匪兄弟死伤大半，匣子岭要保不住了。那些秋巴想上瞎子岭啊！放！爹这处单刀会演砸了，别笑话爹。不，爹演得很好，英雄盖世。爹怕是不行了，丫头，你记着。不要给爹报仇。不，我现在就给你报仇。让开！耀廷，不要这样，冷静点。要不是你，我爹怎么会这样？是我的错。陆姑娘，你应该开枪。丫头，丫头，爹，都是他把你害的，都是他把你害的。跟严团长没关系，你把枪放下。
样了。瞎子灵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跪下。啊？嗯。从今往后，瞎子灵是你的。这面旗是你爹留下的，我得把它交给你。大当家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刘刀，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丫头就交给你了，你要记住你说的话。大当家，你放心，不会的。花，爹。